么接下来 YY 将联合百度音乐、泰和音乐、 Billboard 中国、蓝港影业、美梦成真音乐、龙腾艺都影视、时光坐标影视、无锡高美高影视、高美高影视文化成立 YY 主播成长联盟，联盟将发起主播成长计划，对主播进行线上线下的全面打造，点亮万千普通人的梦想。这么大的梦想，一定要有一个极具仪式感的时刻，让大家共同的铭记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联盟发起人百度音乐王磊，有请泰和音乐王大鹏，向上影业，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 Billboard 中国刘文佳，有请蓝港影业任兆年，美梦成真音乐孙晓聪，龙腾艺都影视孙宇，时光坐标影视李明，无锡高美高影视文化高小飞，欢聚时代 CEO 陈周，有请掌握这些巨大效能平台的各位人士，请大家来共同向前一步走。接下来有一个动作，我说了，既然是一个很大的梦想开启，需要一个仪式感，请大家手牵手，在我们全场倒数三二一之后，请你们共同高举双臂，这样每一个人都铸造成了一个 Y 字形，它象征着更大的平台，更美好的未来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全场一起准备见证这个时刻，三二一，有请。此时大家在用联手举起的方式共同开创一个未来，这个未来属于所有的主播们，属于直播，属于新的交互方式。是的，这一刻标志着 YY 主播成长联盟正式成立。谢谢，谢谢所有的今天高举双臂的这些高管们，以后的我们的主播们的未来靠你们共同铸就，谢谢。